在家里心情与爱情。
是好，那招呼说嘛，后来陆续介绍一下，说明他们思维里故事都是新奇的，是难的地方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你会已经开始喽。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在未来时代里面开，是然后搭车的保险费，那要记得找镜头，看镜头说。所以像
那你这一次在基层这个单元当中训练角色是什么？可以稍微先透露一下吗？它其实就是一个还在探讨自己生命想要什么，就是我为什么来这世界上，然后我在这世界上的100年内，我想要带给我自己什么样的感受，一个还在探索自己的女生。而且有什么生死轮回，你本身有在研究，对不对？我其实蛮喜欢这个议题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非常大，然后身边有一些是不管是通灵啊，或者是有一些体质的人。
像这部黄少比较外向的什么？就是喜剧，喜剧警察。哦，还有篮球的，对。篮球，那年龄也下半场。我、哦、没有。没关系，我们会再投几个下半场。中午就进行电台。
室内开放中间在呢，官方这一台我们会走哦，我们发稿的这一台，好可以吗？还要找别的台子，要找别的台子啊！好，来，那等一下我们也放，也一起哦，再比一下，对，好来。